我们在念诵这个愿文的时候，以这样子的作意而共同发愿。在念诵的时候，我们会有藏文跟中文的版本，大家一起做念诵的。以上是今天的开始，谢谢大众。他的牙有什么的，中文从里头没去的时候，你的什么去了？什么呢？可是沟通这个，你能有什么有？好了，说，待会那个中文的部分，请大家跟着哈先生们去附送。他不骂人，可得随从沙僧预备的，都那人家三界见过的。대니 송족돌지 장극과 질대공을 공바도 바이오 三修三修人波切 马吉巴纳吉约杰 吉巴娘巴美巴娘 红日红日美瓦修 三秋生八南极呢若东凑了公正说公布一能行公法生计能拉天教说 三九圣堂门人行三九九来九瓦堂三九南九永宗行对金来将帮我说 借瓦昆德扬达拉玛丹人民去借保罗龙珠剑萨当蓝杰永地人族内罗杰强格光盘尔托说 君藏多杰羌金明切当真心扎为喇嘛音切记若为宗德摩拉康达巴得到当杰女儿的这把这儿去 大丹坤的藏界界都生的藏巴藏月被给我萨瓦地大丹生界藏女的拉纳美巴杨多巴作被藏求人波杰托巴求界我以一心
现在跟谁跟谁去姐姐等着你老王军职工呗，人家把姐的把心的班接着去上工呗，人家当日拉的火的盘子给他的外马绿中文的今日是万天神将作业下边神的盘子今日接临别盘子拉美下别定定定结为撒旦用来下定北京大马当卓八戒定八月人那边抓一用为参加定个那么参加呀那么不大呀那么大呀那么大呀那么参加呀那么参加哎呀Thank you.
Thank you.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
艾罗拉石窟，距离南印度奥兰卡巴城约30公里，是印度最伟大的石窟群，也是印度石刻建筑的代表。1983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艾罗拉石窟是西元5世纪至10世纪由统治此地的哲卢加王朝和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所逐步开凿。34个石窟群依序排列在高深的玄武岩峭壁上，绵延于2公里，而佛教石窟共占12座。这些紧紧相依、毫无中断间隙的遗迹，忠实地将古印度文明呈现在世人眼前，更体现历代王朝耗费众多人力物力兴建石刻神庙，来展现对佛陀的敬仰。在印度总共有1200个洞窟，900，有900个洞窟跟那个佛教有关系。有200个是属于耆那教的。好，其他的100个呢，跟印度教有关。哦，这就是我们460到480年。走进艾罗拉石窟群中，慈悲的海涛法师引领信众逐一面睹石窟群的巧夺天工，也在佛教石窟中礼拜庄严的佛陀凿像，慈悲施食甘露，虔诚礼佛拜忏。艾罗拉石窟的佛教石窟在石窟群中尤其别于其他宗教石窟的特色，朴素而庄严的凿迹使其风格独树一帜。整体而言，佛教石窟群似乎比较重视内在的运作，而不是只有外在的形象。此外，艾罗拉石窟建筑群体现出的是对于佛教的信心和永恒，如今才能历经千古，令佛弟子们叹为观止和追随。
成功人生卡玛生命电视台，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卡玛生命电视台。